我是盛阳集团的维修站里负责航车这一块的。我们用的是河南大方的车辆，一共是20台，这两块车间一共是8台吧？8台。它这个分别都是多少个？这边就这边是魔鬼，那边雕鬼的装鬼用的，要求的速度慢、精确。这边装鬼用的这边用要求的也很慢，装鬼。都是重加工。我们这天车呢，主要雕杂鬼。 雕镀基线，这工用起来很方便，用起来用很顺手，比其他厂家的车辆会很好用。据了解，此批大吨位飞标起重机仅耗费不足60天的生产周期，即具备了交货条件，赢得了客户的一致好评。